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回味食堂，我是老李，今天跟大家分享酱牛肉火烧。我们做起来吧。准备300克面粉，倒入将近160克左右的温水，搅拌均匀后，我们上手把它和成面团儿。这个面稍稍偏软一些，和好以后我们醒置20分钟。80克热油倒入40克干面粉当中，搅拌成油面备用。醒面的时间，我们处理一下之前酱好的酱牛肉啊，把这酱牛肉呢拿出来，先切成片儿。我们看一下泡面啊，里边又有筋有个肉，非常漂亮。然后呢，横向再切成条，最后呢切成大颗粒、骰子粒儿，放入盘中，上面呢撒上点蒜末，倒入生抽2勺，醋1勺，最后呢淋上香油。 OK， 接下来我们处理之前酱好的牛舌头，这是另一种吃法啊。我们把它切成片，然后呢切成条，最后还是切成大颗粒，盛到碗里边，然后呢放2勺之前的酱牛舌的老汤，把它呢泡一下，然后放到微波炉里打2分钟，拿出来，这个就做好了。酱牛肉的味道重，酱牛舌的味道鲜，您喜欢吃哪种，待会儿您就选哪种。这个面醒好了，我们把案板上呢倒上点油，然后呢抹均匀，就可以把这个面团啊放到案板上给它揉光。然后呢我们把一个面团切成2块，这其中这一块啊我们可以做成4个小火烧。把这面团我们给它擀成一个大片，长方形的大片啊。擀好以后呢，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油面均匀的涂抹在大片上面，多涂点没事啊，一会儿好起层，而且呢外表会更加酥脆。涂抹完了以后，我们将面片的一侧提起，然后呢向对面不断的翻折叠，这样呢折叠成一个卷儿。把这个卷儿呢切成4个大小均匀的面剂，我们取出一个面剂，将开口啊放置在两边，然后呢上下推擀，擀成长条以后，我们叠一下，翻过来，把厚的那个方向再向前推擀拉长，然后将薄的方向再往上叠一下，翻过来，纵向的上下推擀，变成一个长方形，就是这样。最后呢我们把这个小坯子左右向中间对折成一个小的长方形，再把它翻过来，用手压一下，还是纵向的上下推拉，直至成一个长条，像牛舌头一样，我们就完成了。点火做锅，不用放油，我们把做好的饼坯呢均匀的放在锅里边啊，中火就可以。然后呢我们大概一面煎2分钟左右，翻面看看，两边呢都已经变得有一些焦黄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拿出来放到烤箱里，这个烤箱是预热好200度的，我们在这里边呢给它烤至5分钟左右。好，出来了，大家看，颜色非常非常的漂亮啊。在打开的瞬间，那种酥脆的声音确实让人食欲大增啊。我先把这个酱牛肉的加一个啊，再来一个牛舌头的。不行了，又听一回这事儿，赶紧加上，我先替大家尝尝吧。我先吃了啊，大家听声，听见酥脆的声音了吗？我现在吃的这个是拌蒜汁的那个酱牛肉，太香了，口味重一点的就这么吃。这个牛舌头啊，就是那个属于口味轻，但是呢味道更醇厚，这是热的，这就是凉食，那热火烧一碰见凉酱牛肉，
别去做好吃的，赶紧做吧啊！我先吃了。回味食堂，无限回味。我是老李，感谢您收看酱牛肉火烧，咱们明天见。